去何处？回家。如果可能，请回转， okay. 然后左转。我们要往回走。右边可以到吗？可以，你就一直往这边倒啊，没问题啊，屁股朝这边啊。我知道，而且有车啊。没有的，没有的。啊，刚刚这一部车不是车子啊。OK， 好。回到家5:02。左转167巷。哎呀，你要传那个给人，你要看里面讲些什么话。好，我现在开始讲了哈。我从西点开始，然后往 A 点的方向走。这条路的宽度大概是4-5米。